开始。好，这个太极啊哈，变成拳哈，它就是里面有阴阳的拳啊。那我们一接触呢，我本来有阴阳，你有你的阴阳，一接触就可能互相互动就变化很多了啊。来一接触，那我这边是阴，我这边是阳，对不对？我这边过去看它怎么动，它转到这来了。其实我在追他，如果我攻过去，你转到这来，这是直线，直线加上膨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刀就把我切了。好，再演一下，我从这，你为什么切得到我？我这边有力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力哦。但是因为你是转当中的那个离心力跟向心力，有没有？我直线的力就会被拿走了，你比较圆，对不对？你这边阴阳比较圆满啊。好，那我把它弄成动态当中上下左右前后的中间互动的空性啊，你再来打我，是不是觉得比较慢呢？啊，因为你是转了再打，你是一二，在空性里面我说过有都可能到处都有。那我现在处在有还是没有啊？没有。你说是没有吗？这样打我没有了，为什么你打我？有了。所以这种空叫丢空了啊，又不行。所以空是两者之间互动的什么？刚刚好。两者互动的刚刚好，就叫做不二。这个二是什么？一个叫做底，一个叫做丢。这个丢有人家打我，逢丢什么必打。这个顶到你的身上，你会化转打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一下，我顶，你会说化了，然后接手防，然后按手就来了嘛。本来是捧手，对不对？这换成按了，然后这个叫这个按是叫手，这个按叫什么攻？对不对？所以楼西摇步这个啊等等，好吧。哎，你再看一些别的，本来是空性，你只是互相随着哈，粘连连随什么不丢顶的啊，你的意思。那我顶你一下，等一下我往上顶你啊，那你化了之后这边换上来，这个有点像玉米什么，只是换啊。那你现在用这个当玉女，那个当梭子哈，往上顶，对哈，那这个力量要出来，不要光这个力量哈，要完整的出来，同时都要有哈。今后可以吗？不要光是这边，否则我在这边顶你，在这边强大，那你要比我更强大，你要全部完整的起来。所以玉女穿梭是因为我把你往上打啊，你全面的梭子。我把你往下打，你可能楼西熬不带靠，对不对啊？这不是靠了吗？如果往下打还拨一点，这个就变成楼西熬步了，好吧？就会经过你的膝盖，你看啊，这个就可能是啊楼西熬步，或者但你今天不要坚持，你不要盯着啊，那样没有，该去哪里就是，这样会不会比较轻松啊？好，那现在对一个的时候来，如果我搭四只手。但我又捧到他身上，你看他的按就直接来了。那来，我捧到你身上，你可能会续在按那个刚刚。那进赏呢，就好像我前头过去，他像一个鼓啊，鼓面的咚就打了。那你呢，像一个橡皮筋会吸，所以没有什么对错了。所以我投过去，如果它是一个鼓面，它本身还是有那个你看韧性的哈。是劲比较短，你的走的劲会比较什么长啊，是长短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前头过去造成他的鼓面打我，对不对啊？造成你的续劲发劲张弓啊。那如果今天不投钱也不丢东西给你呢，那你怎么按跟做楼西要不啊？你有没有办法按我出去啊？他就在那往复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如果他可以按，他就一定就出去了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条件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你看起来我们在互动哦，可是你觉得我们之间是
空性的还是有的？有实质的还是有没有实质？现在有实质了，对不对？有实质你就可以打啦。可是这个是空性的，来，你攻我一下，没关系，就攻过来，攻过来，攻过来，不要犹豫。你攻到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来七八，你是不是到处动啊？九十啊，没关系，真的打一下。那那个，新红说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动了好多下。那其实如果我本身有一个条件哈，其实一下就可以把我打出去，因为他有就是有了。嗯，你懂那意思啊？啊，那这个空性就是你看起来我有哦，可是你要打我是没有的东西。我佛啊，利于福的进赏说佛。那你觉得我有还是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我明明在跟你互相动啊，就是不丢不顶的不二嘛，三年年水啊，不二你就没办法打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如果我懂了这个的话，我要打你们一定是从你那边有感觉到，对不对？你家好好，哎，没有没有东西啊，有吗？哈、啊。我打起来也很猛的，看起来，但是不会伤人啊，就样子吓人啊。还有一个比较温和的，哎，没有，哎，又没有，哎，又没有。我在做孙悟空呢，但是孙悟空你觉得不会打人吗？72个，啊，你挡都挡不住，我都已经踢了，这边也踢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下来我就踢你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上来我是假的。哎，你这样动，我这样打，你这个哈晃来晃去，你的心被那搞到了，所以你的心是要全面的，不能是来攻过来，攻过来，攻不出，你攻过来你是害怕，来攻过来，这表示我的心执着在这里。那我再给你一个测验，你不要先说攻得进攻不进，你就攻过来，那这样攻得进来吗？你为什么要退啊？来再来一下，你一定先忙这个嘛，那就不听。好，所以当看起来两个有的在粘连连随不丢顶之间，那个就是已经中间是空的，可是中间是空的它可以应付什么？应付周遭啊、哦、这已经打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不会打人，好吧，你只要冒犯我，我就这个就刺过去了。你看信红比较贼乎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不进来，没关系，你大胆喂一下，是不是有个单边要啪就进去了？哎，但是进场比较老实人，他就直来直往。可是你直来直往，你变化不好，不好啊？为什么不好？哎，进场都说老实话，进红都不说话，对不对？他就笑哈，因为他知道就是没有。哎，你说我没有，是不是把人家搞混了？我明明就是有，怎么会说没有啦？因为我在玩呐、啊，哈，这个法门呐、啊，哈，一下有，一下没有，就说我这个不二法门哈。啊，我这一盒一捧不是来了吗？你喂我一下哈，因为净洒是直接就来了啦，你要我告诉你喂的哈。